觉得是星座都白痴，不信任何，不信。那你吃不吃欧趴糖？不吃。你敢用手指月亮吗？月亮出来，我就能指它。反正所有的恶都会回到你身上，不要做坏事。你有听过什么恐怖的灵异故事吗？或是那些阿嬷告诉你晚上不能做的事？今天我们来到世新大学，要问问同学们有哪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可以分享，好吧？就是我学测前啊，就是我把所有可以拜的东西拜过，就是不拿那些时间好好读书，就是我有读，但是这是一个心灵抚慰。我们学校不是有那个趴数吗？啊，我是93%，对，就倒数，你知道，就是93%真的很烂，然后我就花了高三一年读书，就很，然后也有辣，结果之后就上这个世新就已经不错了，不错不错，我觉得真的有用，但是要感谢神明，然后要做好事，真的，就是就算你不做好事，你拜神明也是没有用的，反正所有的恶都会回到你。身上不要做坏事。那你做过最坏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幼稚的老师逼我吃番茄，就是我很深刻记得，就是我又坐在那，因为他说你没有吃完番茄，你就不准去睡觉。但我很爱睡觉，然后结果我就把番茄全部捏烂，然后老师就哭了，然后就叫我妈妈来。超坏的，哪有坏？我不要，你没有把番茄捏烂，你上台大了。我是很对不起有幼稚园老师，但是我相信老师的心要坚强一点。我妈直接帮我报那种法会，就是文昌帝君那边会有一个法会，然后就直接报，然后那边东西都会帮你准备好，然后你就人就去，然后他会有3天还几天在诵经，反正你就其中一天人去这样就好了。啊，后来考了怎么样？我在这里啊。这里他拜很久才上。接着来听这位基督徒是怎么接触到基督教的。就去图书馆，然后被一个中基督教的人来传福音嘛。他说有空可以去一下，那想去一下应该就看一下嘛。我想说就约个时间看一下。你真的去啊？对啊，看一下就大家一起唱唱圣歌，然后读诗经嘛，这些都基本的，还没基本款。结果后来他们说，哎，不然带我参观一下好了。他就给我们看到有做礼拜的地方啊，然后有大家吃饭的地方。后来带我看到他们的一个浴缸。他说好，那这边是你的浴袍，现在请你去厕所把衣服脱掉。原本他是跟我约吃饭嘛，没想到要脱衣服，对，我又换了衣服吗？对，你真的换了？真的换了？你就真的照做？因为他给我衣服啊，我就得换了。没有，你可以拒绝啊？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对耶。有水啊，有水啊，送洗要把你塞进水里。水是水温怎么样？水温不错，还有热过。他们是说已经认可我了。不是他们认可你的问题，是你要认可他们。不是那个顺序性搞错了。身为基督徒的他又有什么迷信？迷信哦，我知道跟女生约会要3天之后才能打给他，这算迷信吗？这不算迷信啊。真的，我以为这跟宗教有关呢。哦，这3天嘛，凡事都跟3天。耶稣死了之后3天才复活。对，耶稣死了之后3天才复活，跟你什么时候去跟搭讪女生？要让人们等待啊。让人们有耐心等待，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自己本身也不信任何，不信。那你吃不吃欧趴糖？不吃。你敢用手指月亮吗？月亮出来，我就用指它。基督徒。所以你们现在还是学生吗？我们不是。我是刺青师，玛丽刺青啊，传统的那种，然后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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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超级痛。这个本身是有功效的，最主要的是帮我把不好的人或事给推开。有没有什么奇特的能力？是看得到吗？对啊，状况很差很差很差的时候，我是肉眼看得到。你们现在身上带的这个是泰国的佛牌啦，这个是招人缘的啦，保平安的啦。啊。自己配的套餐吗？就是你不信星座？因为我是直男。你有女友，你信星座吗？我不信，我觉得信星座都是白痴。你不要相信星座，我喜欢唐老师，我从他很胖的时候变看他很帅。最近觉得被算过最准的，他说我要发生好事情，真的有点好事情发生。这太笼统了吧？信星座都是白痴，这都看唐奇阳，然后我也会看唐奇阳，那不会觉得浪费时间吗？没关系啊，时间还算够。钱包放保险套招财吗？保险套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招财的。都没有用。我有放过，我姐姐给我的，她说会招财，她就拿给我。啊，我后来送别人了。啊，你自己不会用哦。对，婚前不能性行为。这部分还没有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对，做完之后祷告就好了。你要不要醒交？昨天的事情而已，今天还没有。昨天还是你。对啊，对啊。
昨天、欸、其实我感觉会感受到他是我们今天受访对象里面感觉最容光焕发的一个。对啊，对，非常的、拜过月老吗？我拜过，我自己偷偷去。他有问到我，拜拜月老，我们三个里面只有他单身。Come on， 好想谈恋爱，在夏天甜甜的恋爱。也有拜过月老，可是我那时候是拜说怎么样才可以赶快分手。哇、哦，你为什么想要分手？走不下去啊！是卡巴基是哈拜照，我拜过两次。月老就是在欺骗大家。你们两个可以试一下啊！啊！你要跟我在一起吗？我不让你算了算了。你觉得你配不上他？没事。你要喜欢的人，你就用纸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吃掉。然后把它把那张纸烧掉，然后它不是会变成一个粉末吗？你把那个粉末把它放到那个胶囊里面，之后呢，你把它埋起来。那有做过吗？我有干过这种事。有用吗？没有。有时间不如去洗头。你知道去外面敲门要敲几次吗？三下。对，为什么要三下？因为敲第一下是告诉他我来了，第二下是让他赶快有时间把衣服穿上，第三下让他让把另外一个人可以先躲好再出来开门。OK， 这是一个礼貌。什么？小时候听过手不能指月亮，为什么指就被割耳朵？就是要人家问你说今天月亮在哪里，你们要怎么？就是这样啊！对，我真的会这样子。被月星就是因为不敢指月亮，才常常这样。假的。小学毕业旅行还是国中毕业旅行，忘记了。反正就说进去的时候要侧身进去，然后鞋要摆一正一反，然后要拿行李箱摔床。什么、啊？如果不摔会被压，那就哦，真的假的？好可怕、啊！然后就。我不相信，对，真的他要拍超准。可是我上次去算，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讲话很靠北，对，然后这个好。那我好奇说你们有没有碰过就是奇怪的事情？还蛮多的，你要知道哪方面？我。附近掉虾了。那时候骑摩托车经过那个辛亥隧道，不是辛亥，自强哦，自强隧道，对。OK OK。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身上也没有带就是佛牌 ，OK， 保护的东西。然后他不知道在嗨什么，就在隧道里面大喊我的名字。我那一瞬间我就中了，吉吉斯米达。你看为什么会在隧道里面大喊你的名字？因为我白痴。然后掉虾就是相安无事，可是我就知道就是今天怪怪的。掉完虾回了家睡觉的时候，我睡到一半我就开始。就是大力的抓我，你会抓不住他，真的抓不太住，那个力道还蛮吓人。本来以为我在闹脾气，对，可是结果闹脾气，然后他就赶快拿就是辟邪的那个水晶，退掉之后我就说，我觉得我在隧道里面，在一个车子里面被燃烧的感觉。Google 就是哦。就那个隧道是真的有火烧车啊，有火烧。为什么哦？停摩托车的时候绝对不要喊别人的名字。哦，可是正常人都不会做这件事情啊。你讨厌他的话就喊一下。新竹金国路上有一间就是果菜市场，然后因为那边都是批发嘛，所以那边的东西都超级新鲜。对，所以是他下班之后大概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我们就去买菜。然后他的地下一楼就是一整只猪这样。就很多垂钓的猪，就一回家马上就直接处理完，直接煮马上吃。嗯，对。然后呢？然后睡觉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真的他就开始发出猪的叫声。那时候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只是拿辟邪给他，然后再念那个阿弥陀佛。所以你那个从头到尾没不会讲话，就是一直发出，对，好像哦。就是有一位客人，他刺完青，然后回去，我被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抓脚，抓了三四天吧。对，可是他没有卡我，他就烦我而已，这样。对。然后我真的受不了，我就问那个客人说：“你三四年前是不是有拿过小孩子，然后没有去处理？”我就是这个事。然后他就吓。他说：“你怎么知道？”对。对，我就说你快去处理。哪里来？台湾。我是印尼，印尼人。印尼的话，我是有一个女鬼的。他是可能在厕所那边，然后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他可能在那个洗衣机那边，站在那边。就是如果你去上厕所还是去洗，就是有看到洗衣机的话，尽量不要关灯，因为你洗衣机。对，对不起，我有点天哪的。就
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在洗衣机的时候，然后她的老公可能要杀她这样子，用那个菜刀，然后直接杀她。所以是杀掉了之后，然后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把那个身体然后丢在那个洗衣机里面。Oh my god！ 然后她就会从此出现在各大洗衣机，各大洗衣机，对对。哦，所以你本身是可以看到这些鬼吗？不行，可是会有感觉而已，我鸡皮都已经给大了。有一次有点像扫把教学这样子，那时候让我们体验就是感受火，所以我们就手上放一张纸，然后就点火，感受一下那个火的感觉。然后就有些人就是会被烫伤，就是老师说，哎，刚刚有就是觉得不舒服、手痛啊，或者烫伤的同学跟我来，就是带那群人到那个树旁边。他说，我们要让这个树吸收你，就是这个伤口。然后他就开始这样子传送传送，然后大家就这样手举起来，这样传送给树，就是说，大家有好一点吗？然后说。没有，他说那没关系，我们去旁边擦药。就是算过天语，什么是天语？就是老师他会用他的天语，然后跟你的灵魂说话，他会引导我，让我用灵魂说话，可以知道你前世的事情。好，我们让静文先。好啊，我都随便讲。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我不知道，就是我灵魂在讲话。好。我的天啊！静文，你为什么要说这么伤人的话？你刚刚在哪？而且。